就高几率都是狼。不要说我在找神了，那我觉得 Sora 应该是拿到魔术师的，因为他把大家都变不见，连你只有你。好，没有啦，我想一下，我觉得七号还 OK 哦，因为我刚刚唯一观察到的就是四号，因为四号比较突兀啦，因为他是唯一一个大家都在名牌的时候，他唯一一个闭眼的。仲裁趴。好，没有开玩笑的啦，那个哦，那死亡了，没办法接受。我觉得我是觉得四的那个举动偏好哎，因为你们一直说什么他之前很少这样，没有，他超常这样的好不好？而且他这样的时候，在我的资料库里面他就是好。而且我觉得如果他身为一个狼队，要把自己做那么焦点牌，除非你狼王。所以我觉得七八直接看到四这个，然后一直去踩，完全没有要给他一点空间。我觉得四反而在我这边更像好，我自己觉得啦。我会闭眼是因为我如果睁眼，我看大家的反应，我会有自己的主观意识，然后我就跳脱不出来了。我就会觉得这个人就是狼，他一定是狼，我就不会听别人发言。所以我自从被网友骂喷之后，我就开始闭眼，对，就开始不明任何人的状态。